听众们好，我是李南央，为大家播放南央讲故事。这个节目每周日播出，每次大约15分钟。在节目中，我为大家朗诵自己的作品。今天是2018年12月30日，是这个节目的第33期，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期。请听《奔故而知新》，父母上世纪书信，女儿新世纪感言第四节，定势下的思维第二部分。1952年8月27号呢，我妈妈给我爸爸写的信有这样的内容。当时呢，也还是就我爸爸，关于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那本书的草稿，我妈妈在给他提一些意见。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在湖南工作，我母亲已经调到武汉去工作了，两人并不在一地，所以通过书信来讨论这些问题。余下的40几页今晚已看完，除小处已作脚改者，随信附上外，再提几点总的意见。教训常一先生一段，如果还让它存在的话，主要思想内容应是写毛主席虽然十分注意并巧妙地运用了各种间接同盟军，但一当这些人想借机贩运危害工人运动的东西时，则展开尖锐的批评揭露。应该写毛的原则的明确性和对敌人的无情揭露，不容糊弄群众，那样文章的全文整引也是不好的，因为在那种历史环境下，只能用那种语气写文章。如果在现在作者的介绍说明中加以精华的引用，会使读者印象明晰，但如此全文援引，则将使今日的读者感到啰嗦累赘，有些语气甚至看着不习惯。我想你这引用全文，或者有一种妙文欣赏的心情。同样，省工团联合会与赵恒惕的交涉经过已不必全文援引，当时当地是采取以你的辫子套你的脖子的方法，但全文引来会使今日的读者感到不够劲儿，水平低，还可能误解为所谓厅长省长似乎还是同情工人可以理解的对象。二，在每次斗争中都有严密的组织工作，有预见，有布置，在斗争进行中有条不紊，在群众斗争中建立起组织，发展了党，培养了干部，使党一开始就是准备战斗的群众的特点。三，充分利用当时统治阶级粉饰门面的伪省县，利用它达到工人群众的目的，统治阶级的空头支票与群众的斗争使他被迫成为事实，又利用他经过群众的斗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欺骗本质，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根据自己的诺言满足群众的要求，反过来又经过他的诺言和行动之矛盾，使群众认识到他的欺骗真相，这在策略上是极其成功的。四，多种各样的斗争策略与方式方法灵活运用，合法的与群众压力相结合，斗力的说理的发动舆论，争取广泛社会同情，而一切以深入广泛的发动群众，以群众的威力为基础。以上这些东西是列宁在战略与策略里都规定了的基本内容，你不妨重读此书。我觉得你的总结似乎偏重了宣传教育工作这一方面，总之这一个概括必须要很有分量，我所考虑到的也很不够，你不妨多多问问几个人商量商量。李南央感言。母亲的这封信是我看到的唯一或可证明他闻名遐迩的理论水平高的书面史料，但可惜以上这些东西是列宁在战略与策略里都规定了的内容，你不妨重读此书，一语道出了它是有先有定势后有思维，阐述的不过是一些教条，它实际上是根据既定的观点来取舍材料，裁剪历史，
用于印证本本上早已做出的结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如果说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说得过去的地方，但要套入列宁的战略与策略的规定，则是硬性地拔高了，写实而害怕完全地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会使今日的读者感到不够劲儿，水平低的读者还可能误解为所谓厅长、省长似乎还是同情工人可以讲理的对象，因而对历史事件加以修饰或提炼，这就不是写实，而是宣传了。这种宣传性的文风不是我母亲一人的高水平，凡是经过延安整风，经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而力求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的延安出来的知识分子老干部，能够如父亲李锐般不沾教条气、不沾宣传气的人大概是不多的。丁玲的《太阳照在山干河上》是延安光明文学的代表作，激活他一生坎坷，激活他受尽自己党的冤屈，但是他至死都不能自持地偏向左。而父亲能够不沾延安气，是否得益于母亲所一直鄙视他的根本没有经过延安整风呢？这是我想到了父亲的挚友黎树伯伯，他一直在白区工作，从未去过延安，是否正因为如此，使他保持了自己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能够说出真实是一切历史取信于人的条件。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史学家笔下的历史，这样的话这本应是公理，可是在共产党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中，却只有极少数如黎树、李锐之辈能有此真知灼见。母亲因父亲未真正经过延安整风而终身鄙视他，而我因他经受了延安整风，一生因此偏离正常轨迹而同情他。母亲在1952年9月4号给父亲写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赵女士一段是最后补写的，看得出插入的痕迹，原来不逆写。哦，说错了啊，现在我念的这一段呢是父亲解释给我母亲听的，赵女士一段是最后补写的，看得出插入的痕迹，原来不逆写，也觉不是重要的问题，后又觉得这是当时青年大问题之一，可看出毛对待问题观点、其斗争性、其辩证观点、其一贯之追根到底。当然，材料可贵已是重要原因。你的意见有赞同处，对婚姻问题估价，但有不赞同处，不能因非根本问题可略去。这样的问题是当年反封建之一役可推进革命的。许多问题想再多考虑一下。然后我母亲呢，就回复了我父亲的这封信。他是这么说，婚姻问题顶多只能说推动过许多知识分子走向革命，不能如你所说能推动革命。毛主席对封建制度之一击主要在于深入农民，反对土豪劣绅，这个问题上的材料并无你所称斗争性、追根究底、辩证等等重大意义。显然你是将你的材料的意义都以自己的推理而提高了，所以客观者看起来觉得你引得太烂。所寻各点我似都已提到，关于知识分子作用，更要写那些知识分子之及时深入了工人群众，传播了革命思想，使能为群众武器，离开这一点来强调就会犯错误。知识分子可贵不在他自身，而在其桥梁性。李南阳感言，母亲的这段话确确实实反映出他经过延安整风的思想与父亲没有经过整风的思想的大差别。父亲所强调的是史实，他在信中说这是当时青年大问题之一，
这样的问题是当年反封建之一义。母亲则不然，她不同意，她被延安整风整得十分老实了，会犯错误是她判定某种写法必不可行的支点，因而她的理论不具自己的思维，不具自己的个性，不过重复着某种教义，如知识分子的可贵在其桥梁性而不是其自身，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定的调子。母亲的理论水平只是能较好地重复毛泽东的那些教义而已，当然不能要求早年的共产党人能如楚安平般看透共产党某些教义的错误本质，因为楚安平是阵营外的，而阵营内的人常常难于识破庐山真面目，但又正因为他们身在此山中，那些保留了自己的头脑，保留了独立思考勇气的共产党人，最终会对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有更深刻、更透彻、更全面的分析和认识。父亲李锐就是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他年轻一些或年轻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人生更早些时候就以自己掌握的知识、理论的与实践的，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中国的现实。他们不是附属于别人身上的皮毛，而是民族的头脑。但是如今大多数知识分子如果不想惹麻烦，写文章还是要以是否会犯错误为支点。记得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的一个记者评论某些报社领导，说他们如果中宣部给他们画出一个足球场，他们就会在篮球场的范围内玩。这实在是半个世纪后的大悲哀，一个紧紧卡住知识分子的喉咙的政权是没有明天的。好，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我们就要跨入2019年了。那我就顺便在这里祝大家2019年身体健康，一切都如意。好，那我们就再见，明天。